大家好，早晨。早晨。如果有睇新聞咧，琴日有一單新聞咧，我個心仔都係滴篤滴篤跳喎。喂，小五啫喎，而家已經欺凌去到小五，即係對於一個就嚟要報小學嘅我嚟講咧，我真係非常之臭取啊！其实小五你不要说现在欺凌到啊，阿朱队友若想当年啊，仲在英女王统治的期间都是小学生，喂，都已经欺凌紧啦。喂，你样衰咋嘛？咁啊，唔系唔俾我欺凌人嘅咩？我啊可能我唔知啦，但系问题就是任何年度都是欺凌的嘛，咁唔出奇啊。但睇下欺凌到咩嘅程度咯。你话如果好似某啲国内新闻当年有睇过，直头欺凌到鑑生打死嘅，咁啊梗系唔得啦。咁啊朱队友以前曾经试过喺小学五六年班系咧，咁啊经常性出入啊校长室啦，因为想当年小学咧，咁啊训导主任我又唔知劲唔劲啦，我啊知道我成日直接骗校长嘅，咁啊直接会面最高领导人咁啊去对话。咁我曾經試過咧，就坐喺校務處等見校長嘅時候，見過一個令我都幾驚心動魄嘅畫面，就係嗰陣時都唔知係咪欺凌，總之一個小學男女打交，坐我面前一個男仔咧，由佢嘅面咧，由左邊嘅額頭直到右邊嘅下巴咧，係俾一條鉛筆咧直接劏開咗，係一條好似你去沙灘玩沙喺地下寫字咁嘅黑度嘅深度嘅一個傷。我好記得呢一間係灣仔玫瑰崗中學嗰、那個咧，仲要係個阿叉嚟嘅。嗱，首先咧，即係呢單嘢咧，就令到我對港島嘅學校咧個印象非常之差啦。但係我嗰單咧就係、是、我自己小學自己親眼見到咯，一個女仔攞支鉛筆襲擊另一個男仔咯。喂，你唔好話而家我嗰陣嗱小學我就好開心啦，好無邪啦，咁即係我自己任邪啫，身邊嘅同學無邪噶嘛。中學嘅時候咧，我就有一個好差嘅男同學，讀書好差，即係低低拉啦，低低拉同埋攞低撐啊啲 friend 啦，咁啊不嬲都係包尾噶啦，咁仲要咧佢講嘢咧有啲嚇唔淡嘅口音，咁可能我哋就同佢係冇乜 friend 做啦，係咪？我哋呢啲白鴿眼嚟噶嘛，最尖尖格格咁樣，咁佢咧就攞對釘鞋啊，講緊係體育堂咧，真係下邊有一釘嗰啲釘鞋咧，去剝其中一個女仔嘅頭，剝到流血喎。咁點解咧？唔係啲最尾老師問佢點解，佢話玩下咯，玩咯。咁然後我女仔係咪比較唔靚女嗰啲啊？係。哦，通常都係啦，經常性啦。喂，嗱，我嗰陣我記得幼稚園咧，我就打個女同學咧，打到我阿媽咧要夜晚帶住我啦，嗰陣咧要去人哋個屋企賠湯藥費咯，即係唔係賠湯藥費嘅，即係買袋生果攬去 say sorry 咁樣咯。咁啊，朱隊友亦都試過搞到個同事家長上嚟我屋企，要求我阿爸阿媽當面對質咯。啊，咁我大家都差唔多喎呢啲。嗱，咁啊講咗咁耐題外話啦，咁啊講翻戲肉啦。呢一單新聞咧就係講下呢一個五年級嘅小朋友咧，就唉真係可能隔離期間啦，在家。是放假呢三四月啦，就打機，日日打機。咁佢又堪稱咧自己打機咧非常之西非利啦。咁啊，可能個面目啊有少少狰狞，嘴臉啊有少少串串串咁樣啦。咁係比其他幾個同學仔咧就非常之睇唔過眼。咁佢哋三四就圍五啦，就決定嚇，喂唔掂啊，教訓下呢條咁嘅粉皮先。咁就呃咗佢喺一個地方，叫佢跪低，雙手合十係嘛，叩頭認錯，做一啲好侮辱性嘅動作。其中一個僆仔咧，即係呢。这个世界上你做衰嘢做衰嘢啦，影低俾人哋抽称自己，呢啲真系撮中之撮，都唔知道有冇带个脑翻屋企嘅，应该冇啦。生佢嗰阵应该生少咗个脑，咁啊俾人哋影咗，你咪自己攞嚟睇自己 share 咯。竟然咧就俾佢阿妈咧，即系影片嗰个欺凌人哋嗰个阿妈咧就发现咗，呢个阿妈咧真系臭啱啊出臭草，你个仔已经衰噶啦，欺凌人哋影咗片，已经系记低咗自己嘅衰嘢噶啦。个阿妈都系小快人嚟噶，个阿妈竟然将呢段片咧 share 翻去家长 group， 喂顶你个肺！除非咧俾人欺凌嗰个阿妈唔喺个 group 度嘅啫。嗱佢嘅重点系 share 出嚟同人哋讲 sorry， 谂住揾翻。sorry 唔系，佢绝对唔系呢个意思。佢係可能貪得意啊，定係覺得自己個仔好威，佢係絕對冇 sorry， 係啦，佢就係咁樣，啊、即係唔知佢係咩 background 啦，係咪？呢度都朱隊友都開始有啲嬲嬲地喎。咁然後俾人哋欺凌嗰個家長，梗係唔掂當啦，咁啊發大嚟咯，係嘛？咁啊報警咯，喂，基本啦，報警。報警，大家識玩啦，警司警戒咯，警司警戒唔使啦，係嘛？咁細個小五，哇，下下你都好啊，凡下你都好啊，喂，你咁樣你唔約束啊？約束你講嘢，約束自己嗰個小朋友啊，啲行為。喂，你咁樣去蝦人哋，個小朋友啊，
即係個人都細過，都年青過，都目空天下啊！自己以為自己啊個手掌心入邊揸住，除咗自己嘅尊袋之外，都仲有呢個世界噶嘛？係咪先？咁啊，認叻就好經常性噶啦，其實。喂，嗱，我就喺網上咧見到有啲人咧個 comment 咧，我都覺得即係值得深思下嘅。其實咧，我哋而家就識得講話啊，要話俾下信任嘅人知啦。咁但係其實我哋嗰代咧，啱啱我同阿朱導有得分享咗啦，自己搞掂佢啦，係嘛？唔好驚動父母啦，驚動父母一定冇好結果嘅，一係就兩邊俾人鬧，一係咧就家長咧自己攞嚟衰。同埋嗰個我哋嗰個年代就冇咁資訊發達啦，即係就唔會咁容易有罪證留低啦，都係拍片啊，同埋甚至乎呢陣時嘈到上去校長室啊、學校啊個層面都可能會選擇性去揞住啊，又或者單獨同父母講完就算之類咯，即係唔同依家咯。所以當年嘅投訴文化係冇咁熾熱嘅，因為喂個父母都掛住揾食啦，你都知啊嗰陣時啲物價各樣啊，咁啊喂一個人打兩份工啊，基本嘢啦，咁養大頭家。咁唔同依家啊嘛，依家可能我哋呢個世代可能我哋各自做一份工都已經可以養好頭家，又或者有更加多嘅時間精神照顧仔女啦。講咁多廢話咧，講翻解決呢、這、一個事件先啦。嗱，報警咧我就唔係好贊成啦，係咪？因為小五你想點啫？唔係喎，我會報警嘅喎。點解唔報啊？嗱，我咧個人就比較衰嘅，我就會教個仔咧，你唔好同我講，你可以同我講，但係你之後打翻佢咧，已經唔係嗰件事噶啦。你一定要係一個合適嘅場所、合適嘅時間地點 KO 翻佢，即係一係咧你就唔好同我講，一係咧你係自己打翻佢。你同我講咗之後咧，我只會叫嗰個人同你嚟道歉。That's it， 最多最多只係做到咁嘅啫。如果你自己條氣仲係唔鋸嘅話咧，咁你下次唔該佢欺凌你嘅時候，你就當場打翻佢。喂，大家小五冇後果嘅，驚交啊！都係嘅，同埋有陣時小朋友嘅自信嘅建立，但係亦都去到最後一點就係、是，喂，不嬲依家都係輕為抽嘅啦，點會隻得啊？咁嗱，所以你嘅氣勢就唔要喺度咯。點解人哋係為抽你呢？点解唔系你成班 friend 喺后边跟住，好似当年我咁样咧？哇，嘿，你讲到红兴十三妹嘅排场，我都唔敢再加把嘴啊！红兴十三妹啊，都要靠韩彬啦，咁多条女出去打啊！哦，咁啊系啊，喂，出到嚟捞嘢，永远啊！呢啲世界真系血淋淋嘅世界，睇下边个 friend 多咋？所以咪真系啊，做人处事要吓喺细微处去 train。仲有咧，我觉得无谓一味嘅忍让咧，系落唔会有一个好嘅后果咯。你下下都忍，哎，你学校俾人黑，哎，我忍啦，我忍啦。你有啲嘢明明系我嘅新玩具，你抢咗佢，哎，我忍啦，忍啦。到时出到嚟系嘛？你上司想摸下你，想下 one night stand 下，系咪又忍啊？你老公出去偷食又忍啊？咁啊，每個人有唔同嘅性格嘅，咁你又唔可以話用你一個固有嘅性格嘅價值觀去審視所有人嘅性格，即係選擇嘅應對方式嘅。喂，姜圖嘅生日願望都係天下太平啦，係咪？選呢、這、一個環球小姐啊，都係嚇、啊、要世界和平啦。每一個人都唔想爭起事端嘅，但係做人嘅宗旨咧嚇、啊，我本人嘅預見就係我不犯人，人不犯我，係嘛？如果你犯我，係嘛？我叫你見唔到聽日嘅太陽咯。咁呢個我又覺得會可以退一萬步啦。今次輪到朱導退啦，係嘛？唔好下下都朱師奶隊啦。咁啊，我覺得咁啊，點解小朋友會俾咁多人蝦，又或者唔敢出聲、唔敢反抗，會唔會係自己父母個教育個方式有問題呢？嗱，因為有好多咧個教育方式，可能係呼學啊、學罵鬧啊，而去同埋唔聽小朋友嘅講説法啊，同埋唔會俾佢表達佢內心嘅想法，根本你都唔使你講，我學咗你，我一句我收你皮，你再唔聽我咪打你咯。總之你唔好再玩電話，完。咁樣就唔得咯，即係有陣時你真係要多溝通、聆聽同鼓勵，建立自信好緊要。我相信如果一個小朋友對住父母係自信滿滿，又或者佢係善於表達自己溝通能力嘅，我相信佢絕對會係 friend 多嗰個咯。喂，我齋講一句啦，如果個小朋友話：，哎呀，我唔想翻學啊，扮病係嘛？咁大多數啦，90%嘅家長都會話：你一定要翻啊，唔翻唔讀書，以後做乞衣啊！一講呢句，咁個小朋友更再唔會再同你談論話啊！我喺學校俾人恰啊！我喺學校俾人哋嚇點點點啊！咁、那個女仔嚇、啊、甚至俾人哋拉出去嚇、啊、掌掴啊、拍片啊，好多呢啲學校嘅欺凌啦、啊，又或者呢啲淫私啊，講緊係淫人私表、為人私嘅淫賤、猥瑣佬啊，更加唔會係俾第一時間俾呢一個家長去 spot 到有問題咯。
你都冇俾機會個小朋友講嘢。係啊，所以有陣時啊，都要審視下自己嘅，即係自己個小朋友個成長，你又點樣培育咧？我成日都有講一句，不過可能開玩笑咁講啦。其實自己嘅仔女就係自己人生嘅2.0。咁啊，你又希望自己嘅仔女個個都望子成龍之，但係你自己又可以行得幾遠咧？咁啊，你又希望佢開心成長，但係你又點樣去照顧佢嘅日常咧？咁樣。喂，嗱，咁啊，講開衰父母咧，咁啊，連帶講埋呢一單新聞啦，秀茂坪啊發生血案喎，哇！你有親戚住秀茂坪嘅喎，小心啲喎，咁多呢啲嚇 crazy 嘅。喂，係咪秀茂坪大王放翻出嚟之後，俾個仔斬啊？依家。嗱，5月5日夜晚9点咧，咁啊，警方啊接報到場啦，一對父子咧喺秀茂坪。这个秀日楼寓所内发生争执，为期间27岁的仔被怀疑58岁的老豆用菜刀斩伤，为警员和救护到场调查之后，当然拉了老豆手部受伤，哇，见到都真的见红见血的。什么，你说个仔几岁？27。喂，27岁都不小了。是不小啊，但是很庆幸他没有拿回这些利器去还击。27岁是不是绝对有这个体力和能力去 double kill 他老豆老母，但他没有这样去还击，就证明他尚有尚存一点血性。那他老豆很心理，这些这样的叫什么莽夫啊，不嬲佢平時教仔應該就係咁樣噶啦，只不過可能細個用藤條，而家見到個仔神高神大啦，武力升級，佢咪立刀咯。所以你話呢啲咁嘅老豆係嘛？喂，咩叫天下無不是之父母？呢啲咪不是嘅父母咯。喂，唔係，同埋佢個仔只不過係等嗰啲家具嘅啫喎，我絕對相信佢屋企嗰啲都唔係嗰啲咩宣紙、木凳啊、木台啦，係嘛？喂。有好多啊！呢啲咁嘅老人家啊，永世都覺得自己嗰啲垃圾係寶啊！你喺嗰啲咩乞衣啊，又或者嗰啲獨居啊，有好多嗰啲老人屋嘅，係啦，老咩曱甴定老鼠屋，你試下釣佢一樣嘢，都係嘅。但係喂，我覺得就真係好怒火街頭咯，唔夠理性咯。喂，你個仔27歲，你睇下你自己幾多歲？喂，咁你自己第時啊？再隔多幾年，基本上可能都要你個仔照顧嘅時候，你今日咁斬佢，哇！你嘅下場都幾坎坷啦，作為老豆。喂，都係嗰句啦，可能又係一間公屋係嘛？啊，你嗱衰啲講，可能係個仔想著巢鳩佔咧。咁啊，當然我哋唔知道發生咩事啦。咁啊，係喎，又有機會哦。但係誒呢啲咁樣嘅，哇！我就可以咁講，通常咧以豬隊友認知咧，喺香港咧，如果報親警涉及家暴，通常都係個老豆同個仔嘈啦，咁啊。为什么报警呢？因为通常都是个仔报警想拉个老豆的。喂，嗱，又一单，我睇翻啦，过往咧4月底啦，又有一单咧，因为睇电视起争执系嘛，屯门山景村又系老豆立刀咧斩个仔。喂，呢啲咧全部好明显就系斩，咪打开噶啦，细个咪打你咯。咪黐线，争啲电视90年代咩？点会争啲电视啊？我有部电话，有部 iPad 啊，咩都睇啦。咩啊？你个阿哥啊都试过啦，佢喺上喺个厅睇波。那部电视最大吹啊！哦，咁咪一人下一部咯，使唔使咁啊？呢、這个年代你以为净系睇紧啊？得个电视台咩？唉，虽然咧而家唔系好多，有几个电视台，但系睇波嘅得一个电视台嘅啫，应该。好嘛，唔知道我唔睇波啊。咁啊好啦，今集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拜拜。拜拜。